天气还不错了 ，OK 了，出发去海边钓钓看吧。风车就要转过来喽，不然你会卡住哦。沙积的很厚哦，很厚。不建议，如果低底盘的车不建议走这里哦，走旁边这里，这里就可以了。OK， 两边啊，要从那边插过来。冬天难得的天气，这两天，不然溪堤绝对会洗堤。现在满潮也会洗堤。哦，还有，有基调大师。不会呀，快，快，大声点，我快点升，阿达利哦。现在还算太早来，浪还很大。中午，超多，中午。退水一个小时左右，浪还是很大的。
钓个2个半小时左右，现在水差不多退到一半。 OK， 有机会下次再来钓干草鲫吧。那我们下回再见了，拜拜。